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这个五位之中，各个建立了十个佛国，十个菩萨。这表什么呢？表你随位尽孝。随你所行的每个位上的因果，五十位嘛，十住啊，十相、十会相、十地、十一地。这五十个位，行跟果，就是各有五十，这一百了，这同名叫五个因果。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时候，参了110乘，表现法门的。这个清凉果色在这上的假设问答，一个问，没人问，清凉果色自设问答，说一切众生本来都有不动的智慧，为什么不自应常清净呢？真常清净呢？为什么它是随缘？何故随缘？因什么缘故就随演发就演了，被眼物所演了。那清凉果是答的啊，问是假设的啊，一切众生以此字，以此字，因为这个字啊而生三界，字不是定的，人无性，无性就不定的，不能知字是字非字，不能知字是非字，对善乐苦乐等法，不能知字非字，非字就是不，没有智慧啊，是字就是这个字啊，它不是定体的，它能随缘的，随缘法，说智非字，不是真字，所以对善乐苦乐这些法，随缘了，就是自随缘故，字体没有定性的，随缘故，随缘而现的。因为在空谷里头，你喊一声声音，那四面都响应，空谷传音嘛，啊，就是形容这个自无自现，不能知字是字，因物成因，因为外头的眼缘而成就的，说无性的智慧随缘而分别。因为分别故，就贪爱呀、愚痴啊，就随之升起了。因慈爱故，我所病伤。因为慈爱故啊，贪嗔痴爱，对，你病了，病了就是愚痴了，病了就是被延误了。这才有我所有，因为自己他人执着的业升起了，就产生了知取向，执着取舍，好与莫诺，以莫诺知取故，这才叫实。
也是。因石的种子生水相续，相续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啊，理解到八十的知识的八十的那个性分，那么八十还有个眼分，生和合时嘛，有静有眼，对，是眼分所生起的。这就像咱们讲《大乘起信论》这样讲的，一念不觉，这叫无明，是生了三细相了，业转现。外头有警戒，有知障，业转现呢，还在他心体当中的妄分，心的体的妄分。但是因为熏眼，他不停啊，不停。完了才说志相相续相，自相相续呢，就是还是属于外头的眼缘所成了，这就不是心境了，这不是那个业转现三相了。业转现相相还是体上起的妄分呢，妄不停过，遇到外边警戒，警戒为缘，又长出了六出相。叫志相、相续相、知取相、起业相，完了业起苦相，知取记名字，完了才取相续相。相续不停的就产生知取、记名字、起业、业起苦。这都是因为慈耐的病生出来的，生了我跟我所有，就执着有哪了，有我了，以这个分别越演越出，有无明的慈耐，因为慈耐过，说生出来一切的我所有的病，为我所有，我所。有了我所了，就是执着起业了，要是造业了，枝业变起，这个叫好什么呢？在十日八十当中叫摩诺时，以摩诺嘛，他执着取舍，执着摩诺为我，这产生的苦啊，苦可就无量了。他想求不苦，想求乐，想求不苦。他在迷的当中，他不知道苦，要发心，不知道发心。知道苦了，就求个真实的吧，找个不苦的吧，归还他本来的自护吧。因为这个苦的缘，他不能舍。必须把苦缘舍掉，有净的因缘才能知道是苦。我们不学佛法的时候，谁知道这是苦吗？有了佛的教授法，才知道一切的贪恋啊，都是你攀求，攀求不止，苦也无穷。不能知道苦，苦怎么升起的？苦是缘升起的。缘怎么升起的？缘是只能铸成，是你心里起念，心里起念，有你念的攀缘才升起的。如果是你信了就求解悟，那解了，这个解。因为没有修行的功力，有时候呢停止了，散呢不是大散，是一般的散，都随于人天的果报。我们做一般的善事，如果不发愿，没有回向，不修修，不修处理，那你六道轮回你还脱不了，不过是享受人天的乐果。那你要发心的想求成佛，
想恢复你本来面目，嗯嗯，不让你那智慧随着迷去迷了，嗯，让你智慧升起误解，嗯，这样子呢，你逐渐的又缓转来，嗯，要觉悟了就是智慧，不觉悟，不觉悟就是识，就是迷。所以智慧跟那个识啊，就是在迷悟之间立的名啊，迷了就叫识，悟了就叫智。如果你的心，我们因为学佛法，我们能理解我们这个心，使我们这个心不去计较长，不去计较断，断长二见就是两边，不计较长也不计较断，这就是识跟智的差别。所以你的迷悟来立名，迷了就叫识，悟了就叫智。这个你要想找他一个什么究竟处啊，那达到这个什么了，究竟成佛了之后才能知道了。嗯，说你现在要找个什么是智，什么是找个实在的东西，没有，你找不着的。嗯，例如说现在飞机在空中飞，飞过去你在空中找飞机的痕迹，没有的，你找不到的。你看见人影子，把这个人影子当成人，永远错误的。把水中的月当成真正的月亮，那是错误的。的意思说，你要想在你身体求个我，找个真正的我，身体里头没有我。我经常跟大家这样讲了，你经常这样惯了，我的鼻子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乃至我的身体，我的都不是我，他是我的，离开我的，真我是无我的，真我是无我的。你把它依住的哪个是真的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你找他个实在的，终不可得。这都是相对法的，对真说的是假的，对真说假的。长短呢，方圆呢，大小啊，相对法嘛，相对法没有真实的，要没有大也没有小了，没有小也没有大了，这叫相对法了。能够在这相对法的当中，咱们经常说无明跟智慧，因为有无明才说智慧了，因为迷了才说智慧了，无明迷了没有了，智慧还说什么呢？菩提道说，对待我们人间这个道迷道了，说菩提本非道，对，假名而已了。说灭无明正菩提，无明有无明可灭吗？有个菩提可证吗？这要么是气入了，不是语言能表达出来的。也没个无明可灭，也没个菩提可证。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本来都是没有的了，从根本上是没有的，
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？对，本来就没有，还灭个什么呢？拿什么来灭呢？嗯，对，不动是对动说的，不动字是动的，因为有动的那个无明，他说有个不动的智慧，这都是相对法了。本来无一物嘛，还有什么可灭吗？还有人可生吗？但是随着名色声闻利弱，才有这些个曲作。但是嘛，我们现在说知苦断戒，这是一个助缘，苦有个逼迫相，因为逼迫的你啊，啊不愿受苦了，想发心了，发心的能发的心，那个心就是智，想不受苦了，不受苦，其实苦本来也没有。都是随缘执着而有，就是随缘，什么叫有为法了，什么叫无为法了，这都是随缘难立的了，在我们根本的本体上一切都没有。这个没有可是般若的真智慧啊，真空，而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萨成佛为例，不观一切菩萨众会而作誓言，持住菩萨甚为稀有，答复那些个菩萨所问的问号，佛没答，只是放光答了，现在令文殊师利菩萨答。文殊菩萨示现的到这个土，到这个国度，他是来自他方的，他方是对着此方说的，本来方没有他，也没有字，也没有南，也没有个北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本体是含得一切众德的。这种呢，画满尘方，通遍难思啊！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是画满凡是有情世界的，他的用通过去，通未来，也通现在，他早早就成道了。咱们在那个五十三佛里头，龙总尊王那是老早成佛的，四现辅度杨化为千佛之师，诸佛之母，他现在在他世界成佛，到这个世界四现菩萨，叫摩尼宝髻佛，过去现在未来佛母，不止给释迦牟尼当老师，给很多诸佛当老师，但是他要示现菩萨，辅助释迦牟尼来利益众生。在庐山慧远大师成文殊师利大师，是游方的大事，因为那个时候所翻译的经卷，慧远大师是晋朝时候经卷还不全，这些个经典还没有翻入中国，所以慧远大师成文殊师利菩萨是游方大事，到处游，到处度众生嘛。
在这个文殊菩萨波尼环境，佛曾经对波陀婆罗佛告波陀婆罗，有大慈悲，生慈果堕，多罗聚落，德婆罗门家，说他生的时候，家内的屋宅都变成莲花，他妈妈从右胁而生的，视线的啊，视线生这个慈果道，身金紫金色，生下来就会说话，入天童子，有七宝盖，这都是经文上原话啊，随佛而上。慈国度说哪儿呢？就生在舍卫国，释迦牟尼佛在这说法，说如是的菩萨生下来要具足32相80宗行，相好同佛，还有经，没有举经的名字啊，还有经说生有时贞，时贞嘛就是吉祥的意思，贞吉祥，贞起的贞啊，说十种瑞相，无非吉祥。文殊师利菩萨一降生的时候，光明满时，生物的光明片满，甘露垂天，地容其真。神开福障，鸡生凤子，猪断龙豚，猪生个龙，马产麒麟，牛生白宰，仓库都变成了黄金了，满仓库都是黄金，象具六牙，六牙白象，因此得到什么名字呢？就是妙吉祥。妙吉祥，但是《华严经》讲，文殊师利可来自他方的，从东方金色世界来，来到此洞，不但他自己来，还带着十佛刹威神树菩萨来到此世界。并不是此世界所生的那个文殊师利，他方此界一也，华严经是这样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显文殊菩萨的殊胜，因为那些个助手菩萨都是他方世界来的，都不是死娑婆世界的。说文殊菩萨一到了如来的佛所，就降毁诸魔，入了这么一个三昧，叫什么三昧呢？住降毁诸魔的三昧。我们这样说说表表文殊大士的不可思议，不是像咱们见到五台山这个样子啊。应时的3000大千岁的百亿魔宫，一时皆毕。这些魔王啊，他的怀疑恐惧，魔宫都住不住了。魔王波旬呢，他自见自己衰老了。走路都没法走了，气也没有了，拄个那个，拄个手杖吧。不但他自己老了，所有的才女魔宫都衰老了，魔宫的宫殿都崩坏了，都是藏在黑暗之中，不知东西。这时候魔王波旬害怕了，或者恐怖，
身毛即竖起，心自念言了，这是什么变怪呀、啊、变得这个样子，令我宫殿都冲塌了，我这将死了，要下地狱了啊，命快尽了，天地都灾难啊，皆被烧毁了。魔王本来贡高能慢的非常大，他这个讷比思想啊，在这个困难时候灾难时候都舍弃了，放弃那个嗔恚骄慢。这个时候文殊师利所化的百亿天子，文殊师利啊化身啊，网住魔前，为魔拨旋，对他说：“说你莫怀恐惧，不要害怕，汝等之身呢，终无患难，没什么灾难，因为有这个不退转的菩萨大士，名文殊师利，未等殊觉，众生十方，他的德呀，胜过你太多了，智超江海。”慧月虚空，因为他现在正入降毁魔场的三昧正照，这是他的威神，你不要害怕，识魔恐惧，魔宫震动，求化菩萨，愿见就近。魔王对这个化菩萨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了，啊，说你快救救我吧，祈求文殊菩萨来救他，啊，菩萨答言勿惧，说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到释迦如来所，释迦摩尼有无尽的慈悲，能把你这个危惧能消除。说完了。文殊师利隐身了，言起不现了，隐身了。这些魔王率他的眷属都来到佛所，请佛救他们。说我们一闻着文殊的名啊，就恐惧的不得了，自己不能担了，不能担心了，恐怕生命啊。就会不能住于世了，佛因此啊赞叹文殊，魔王嘛请佛给他们受皈依，度脱这个苦难。佛说切待须臾，佛令说你们等一会儿，文殊当来呀、啊，文殊菩萨会到我这儿来的，他一来了，你们就脱了这个苦难了。文殊字，文殊就知道佛前了。佛问三昧，佛又问他所入的降魔三昧，佛就令他舍住魔，把这魔舍弃了吧，不要入这个三昧了。文殊问魔，如慧讷此身法，说你对你这个身体厌离不？魔王答儿，儿就是是的了，我当厌离欲死，所以无。